国语有声善书。银报因果录，主祝仙佛为地狱阎王。第七回，犯邪淫者的果报。第七殿，泰山王。关平太子将，诗曰：婆心济世救以民，生老病死困苦贫，因果期望功德救，病灾还需表虔诚。盛世这几个月来，济世虽门庭若市，绩效颇佳，深得上天之嘉许，但哀求者仍然络绎不绝，痛苦者呻吟不断，哀声残影，无心悲痛也。吾虽发大愿力救度众生脱离苦海，但受苦依然受苦。诸位不知今世的病苦不顺横祸短命，乃前世所造之业困而连累今世受苦。荣华富贵病苦灾劫一切祸福，乃上天早就注定，若要移祸转福，除非忏悔前非，行善积德，否则任谁亦无法避免。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召，现在既已知道转恶为善之法，就必须身体力行，确实去做，才是知道的君子，继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。古之圣人莫不由此而登天道。今夜将有七殿泰山王降临著书，诸生恭敬礼仪排班迎接。七殿泰山王降，诗曰：父母养育恩如山，自强身心惹是非，延伸正义消戾气，免入地狱鬼族妻。盛世今夜来堂著书，为了完成上天之使命，故带罪魂前来诉说，命黑白二将将罪魂押上公堂。遵命，已将罪魂押上来，请大王发落。你年纪轻轻不学好，专思邪念淫，这样你怎么对得起生你之父母和历代的祖先呢？还是快将在世所犯之罪从实招来。是，我姓楚，生居台北繁华都市。聪明伶俐的我，从小就深得父母和长辈的喜爱，以致娇生惯养。12岁就学会手淫，入国中3年几乎天天摧残，使我身体枯瘦如柴，脸色苍白，四肢无力。当时我正值发育时期，就像一棵青旺的绿树正在成长，怎么经得起风雪的吹动和折枝剥皮之苦，加上抽枝取乳，又无雨露的滋润，试问此棵树能长得壮实吗？国中毕业后就和朋友成群结党，无恶不作，每天在赌场鬼混，常常挑灯夜战，通宵达旦，清闲时就找朋友到华西街或江山楼嫖妓，因常熬夜又嗜欲如命，凡是到风化场所皆有兴趣，如酒家、舞厅、理容院、咖啡厅和西餐厅等等，都是我常去的地方。因数年来这样的摧残折磨，到了23岁就患疾病死亡，魂归地府。我以为金钱买卖女色又不犯法，谁知道了地府苦报连连，我在此很后悔，希望我在世的父母莫为我挂心，孩儿不孝，此等恩情等来世再报。奉劝在世之人，趁青少年时期，犹如一颗刚发芽成长的幼苗，应爱惜身体，莫想一时之快热而毁终身幸福。我的一生至此，请大王宽赦。若说金钱买卖无罪，那么贩卖毒品走私枪支都没有罪过，岂不天下大乱？除夫妻正淫外，其余皆有罪。阳律虽没制裁，阴律刑罚却极重，若不如此，如何正伦常改邪恶呢？念尔年轻不懂事，罚你入黑暗地狱面壁思过3年，出狱另行审判。今夜著书到此，命黑白二将带罪魂回府。这辈子常犯邪淫、手淫、各种淫、同性恋、淫欲重者，真心建议替自己生前住吉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或昊天子寿灵修院，让自己死后有机会不要到地狱去受苦，可以去灵修院修行，正果回天。补充一下，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，这边只常犯手淫、一夜情、意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，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，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，毕竟邪淫不断如破掉的钢桶，功德永远一直在漏，筑集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。
每月注印戒淫书籍《明正堂戒淫对治路与八仙翁戒淫篇》《虚元堂淫惑戒淫游记》，任何戒淫善书注印虚元堂的生灵的碑期等同于放生功德，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，可获幸福。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，多行善，常念佛，要放生，真忏悔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千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予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，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